记者会开到要死，冲到要死，这么个冲你不来的。啊，民进党不爱听，伊听到，伊讲伊听到，我有听到，你们声音都听到了，就这样，但是假还是要扛。哦，这个功效位啊，真正要把人消位。但这个状况里面，资本家要求我们国家一定要把七天假。 劳工的七天假砍掉，以便降低它的成本。但事实上，劳动部自己的统计，包括行政院的统计，非常清楚，甚至在上个月都统计出来了，太清楚了。我们的工时在 OECD 里面第三，只赢哥斯达黎加跟墨西哥啦。OECD 平均工时1700多，1700多，一年呐、啊，年工时1700多，我们台湾2100多，升起来。 咱怎么给毕朗这40天、50天、70天？所有责任在立委身上，所有的责任都在立委身上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心啊！我们的同事团总的秘书哦，在里面。 警察袭击，流血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去医院关心他。离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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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离
静，另外一个人郭冠军先生不是我们大陆的，现在不是只有郭冠军受伤而已。然后我们被拖的时候，算了，被拖就拖了算了。他连拉带转，把我手腕连拉带转，转到我痛在那边，他掉眼泪，我一路被他扛出来，我手没力。他叫我 make it 啦，自己站起来，我站那个口啦，怎么站？你把行政把我们架砍掉，把我们打受伤，而且不让群众去来跟他的伤势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完全没有办法接受。我先跟大家报告，今天的行动两个人挂彩，未来所有的行动，我请所有桃山众在场所有工会朋友都要心理准备。或许下一次是我们自己，但是我们要问劳工权益的争取，是用血，是用泪，是用抗争过来的劳工，对不对？对。